嗱，接住落嚟呢一曲系史可法浴血扬州嚟讲，清顺治入关攻陷京城，喺顺治二年，清兵大举南下，兵围扬州。当时扬州嘅首将系史可法，佢势孤力弱，但系誓死抵抗。但系到后期城破，史可法且战且退，退到江边，遇见佢夫人，佢同夫人讲，佢要力战到底，要一死谢扬州。嗱，为我哋演唱呢一曲，我哋有请黎锦平小姐。黎小姐邀请到佢嘅老师朱小兵老师同佢合唱呢一曲。黎锦平小姐饰演史可法，朱小兵老师饰演史可法夫人，请大家细心欣赏。
作个天旋地转，神迷夜望啊！哎呀！光明，光明，逼我
劝，用再见啊！你坐守孤城，无援救义，还兵勇战，强图存。全非幻无从意，你又何须抱残寻断意？风雨飘摇，怀恨痛意，河山满目尚笑意。
得留生灵，直打断声而斗转世事迁，正气不得随天地变，舍身何用太痴缠，安葬自有未酬三尺剑，时穷啊自然好气喘，旧者偷身笑天涯，父王，你又何苦作无谓的牺牲呢？男儿肝胆照，生死论尊严，好博取青史名灯。神传好博吹流芳，后世万古传，今日道浪沉枯如君怨，他日北堂献位孝谁算，知你铁石心肠万改变，家可悠长寸断拜君前，春秋一段值几钱？再问花发堂兄，谁又神州重。
案，想我夫妻情深，你又何忍恩绝义断呢？亦是成啊，好。
三两点。